将乱。快快回去禀报太子。大王，东海龙宫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很好，龙王那只老狐狸终于肯出手了。大王，我们也该动起来了，在那件大事到来前，绝不能给那些散仙和人类势力发展的机会。这个天下还是不够乱，传我令。快让开，让开！知道了。赵大哥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山里的野兽像疯了一样咬人，大家可千万不要进山呐！怎么会这样？我还要上山采药呢。去不得，看我大哥伤的。走。你们快送他去看大夫，我去禀报城主。啊，好。城主，哪吒还是个孩子，都关了好几天了，差不多就放出来吧。哼，孩子，看他干的哪件事像个孩子。这个孽子如不严惩，早晚惹出大事。小事惩戒就够了，东海龙宫那边也没什么动静，不是？跨过大山哎，趟过小河哎，还有我的糍粑哟！哇，再来一个！哇，多酷啊！你这家伙居然这么悠闲，害我们担心。当什么心啊？等我出去。还是个好汉。别，出去了你可老实点，城主现在还生气呢。哼，我还生气呢，我哪儿错了？哎，不好了不好了，都有人来报，无知道附近冒出来好多凶恶的野兽，许多族人都受伤了。怎么回事？走，路上说，先看看去。哪吒，你可真是太乱来了。你还在禁闭期呢，这下跑出去，城主饶不了你。那就是我回来后的事了。那些刀太轻了，这才是强者用的东西。哪吒，我们快走吧。野兽的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。野兽应该就在这附近才对啊。我的大锤已经等不及了，你们这些坏东西统统给我出来。小心。
这才像样嘛！我问你，就是你袭击我们族人吗？我现在问你话呢，笨哪吒！哦，你在和猪说话吗？就是你了！嘿，嘿，嘿！好壮的野猪！嘿，哪吒加油！看我的！这么不经打，哪吒，这野猪真被你打倒了。啊，不太对劲，我们追踪的脚印不是野猪的。听汇报的人说，好像是一种类人类狼的神秘野兽，不是野猪。只一个，什么嘛，几只跑得快的野狗而已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族人说好像就是几条土狗，靠偷袭才得手的呢。原来是几条胆小狗。几个自大的娃娃敢侮辱我们妖狼族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，谁在说话啊？没听到呀，好像是小狗在叫呢。可恶的娃娃！
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钩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战天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山巅斗地保卫家，守护正义